我看这华为三折叠屏啊，是不能说它一丁点不好啊。你看我手机上装了很少的软件，就卡成这个样。买个三折，结果这三折也不好啊。不得前段时间有个调查，说无业或者失业群体啊，更偏向于认为中国已经遥遥领先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八九。最近一名中国脱口秀演员杨毅说出了一个段子，包含台下的那个笑声啊，大家都心照不宣，知道为世界为中国指明方向是谁专属专用的。那这个就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包含央视啊，各种党媒啊，都多次曾经在毛泽东跟习近平身上使用，而最近一次啊，是在2024年3月，习近平为世界指明的方向。当然，杨毅主要论述是在讲中国的男女问题，但为什么大家的笑点是在指明方向这四个字上呢？非常多的网友在下面留言，他哪天被封杀，可能就是这个段子给引起的。你现在已经落下口实在党的身上了，以后啊，不听话，随时拿这个段子来办你。你看，大家都知道，但也说不破，对吧？这也算是中国的一种特色啦。马上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段子啊！你们永远站在世界的中心，你们说的每一句话都特别重要，都是至理名言，都为这个世界指明了发展的方向。OK， 除此之外，还有一名中国高中生想申请留学签证到美国读书，没想到被拒签了。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搞笑的片吧。我上大学，他们为什么不在国内上？上完高再来，然后我就把这留学签是吧？对。哎呦，我们也是的。哎，你上面是读高中的是吧？对呀。他们我去美国再拿住，我就和穆斯丹一起住。他就给我拒了。没事没事，可以了。去读高几呀、啊？孩子去那边。高一。高一。啊，那这个可能他有点啊，他一那你说读完高中啊，找了监护人了吗？这不是，他是未成年人呀。是，你不找监护人，他就把你就未成年人，你住哪儿？那边谁来监护？他是未成年。我跟他说，我们 stay 一起住。你没有监护人，那我肯定危险。这段影片其实也是没头没尾，不明不白，倒是在推特上被许多的中国网友喷。你一身的名牌，又是 Burberry， 又是 Gucci 的，留下来建设祖国不好吗？你还拿你父母的这个营业执照，你家里应该是。有点小钱的哈，为什么被拒签呢？是不是政审没过呢？还是什么没过？不知道是吧？那这种肯定是父母让你去洗学历，继续在欧美当个小粉红，帮共产党洗地的。这么想去美国，你大可以学前几天影片里面啊，我访问到一个18岁的香港小孩，他在15岁那一年被港警抓了，16岁那一年高中的年纪跟你一样，一个人一张机票就飞往美国，主动投案呢是主动投案，一下海关就说我要政治庇护，然后美国政府还帮他找了个寄养家庭。他也没有像你这样哭哭啼啼的，他的经历比你还惨，他真的有被迫害，是吧？那如果你申请不到又想要去美国的话，建议你可以走这条路，你最后还可以得到一张全部疾病免费的医疗白卡，而且美国超级脏乱的，美国超级乱的，治安也不好。你可以去我副频道看一下我去洛杉矶的流浪汉营地，更正，根据中国特色专有名词，不应该说流浪汉营地的，应该要说灵活居住者。或是下岗市民居住地、社会面移动者，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副频道看一下哈。而今天本部影片的重中之重，就是华为上个月推出的三折叠手机 Pro 什么 Max 什么鬼的哈，如今已经满一个多月了，越来越多的灾情传出，像是什么漏电、掉电非常快，手机出现了明显折痕，这是多数人的通病。我们马上带大家来看一下第一部粉红抱怨的影片哈。我看这华为三折叠屏啊，是不能说它一丁点不好啊。你看我手机上装了很少的软件，就卡成这个样，说点实话都要被喷收钱了吗？目前用了不到10天，我这个铰链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摩擦声。然后他送的这个很尊的这个降噪耳机，它还有电流声，兄弟们，我不想说其他了，我就刷个微信刷个抖音，你看很多东西我都没打开过，都已经卡得不能用了，这。有什么好说的？充电还会反向掉电，兄弟们，我就打个金铲铲，然后开个微信，充电反向掉电。这个就是说的，这都是个案，是吧？那这位老兄的惨不仅仅是手机的问题，还被一堆小粉红喷哦。支持一下国货，这点委屈你就受不了了。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些留言哈，支持国货，克制一点，国产不容易，你自己克服一下吧，克服一下，这可是华为啊，对吧？蛮好的，不坑穷人，哇。哇，你讲了一个至理名言呢，对吧？克服一下不行吗？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尊重一下国产品牌，克服一下，这只是个别现象。华为现在很难的，克服一下吧。我口碑也像很好，用的不好，请你自己找原因，不能黑华为啊！遇到困难要自己解决，要克服困难，知道吗？三折叠怎么折都有折，这个我都不知道是真心啊为华为洗地还是高级黑了哈，这个。
在这种罗刹国啊，非常可悲的就是时间一久，你已经分不清到底什么是真的赞扬，什么是真的反讽。因为在这个国家，为什么必须弄这种手段呢？你们想过为什么不能像民主国家像我们这样直接骂出来，必须这么的有幽默感呢？因为不能，不是吗？我们接着继续带大家来看更多的这个灾情的影片吧。卖个肾呢，卖个三折，结果这三折也不好啊，掰反了，就成这样了。啊，我说完这个华为的 Mate X T 啊，就是这个三折叠，也用了很多天了，可以看到我这个使用时长，最近七天用了很多天了，这个只是最近七天，只有二十号就已经拿到这台手机了。但其实最近我感觉困扰我最大的一个地方的，其实还是这台手机的折痕，它的手机的折痕其实还是挺明显的。比如说我现在打开一个白色界面吧，稍微正脸的看，可以看到它这个折痕还挺明显的，看的这个有反光。然后这里有反光，然后就可以看到两个折痕在这里，然后尤其是对光的时候简直是噩梦啊，对光简直是噩梦，基本上就是折痕异常明显。有的时候我就是在单位的时候就看这个手机，然后后面正好是窗，然后我在看手机，然后就发现这两条折痕啊。不过整体手机用起来是挺不错的，流畅度啥的都非常的棒，尤其是这个装逼的属性无敌了，三折叠怎么折都有面的。所以我们早就说过了嘛，这些人要为自己的认知买单，很多时候根本就不用真的实际去买去体验你就知道了。你如果了解中国科技的创新，还有为什么中国科技还有中国创新没有办法这么的像欧美国家，像日本，像韩国这么的止步不前，而你拥有14亿的人口基数与资金哦，你是这个前提之下哦，为什么？你就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扼杀了人们的创意。你有做一点功课，你就知道该不该买。目前啊，全世界都没有花很大的资金啊，很大力的研究折叠手机方向，尤其是三折叠还是什么四折叠，就算有双折叠的，它也不会是一个主力。以今年来说，对吧？那三星也是放弃了三折叠，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恭喜你，华为这次证实了这一点。华为这次算派这个间谍去偷三星的这个技术，这个是已经被韩国法院给承认的事情。你自己砸钱去验证的这个三星可能会失败的计划，不得不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三星蛮会玩的哈，给敌人去投一个会烂尾的东西，还可以反告反打官司。你别说那些帮华为洗地的舔共台湾人了，他自己估计都没有买，自己在那边吹中国 A 股，结果自己就没有买嘛，还扯一堆自己从政之后不买。你也跟这个习总一样，为世界为股市指明了方向，结果自己不买，哎，骗了一堆这个韭菜，被割吹出来的话都是屁。买中国 A 股是要放长线的，不好意思，你现在买的都算高点，2600、2700那个时候不买，你现在3400、3200买都是高了哈。就跟子女住在耳湾的那些中共高官一样啊，天天反美啊，天天赞扬自己中共伟大复兴，结果你自己的儿女就是要生活在美国，享受美国的民主自由，享受你贬低的美国。我们接着继续带大家来看。我替我一个朋友问一下，就是说你会怎么办啊？当然那个人不是我，大家不要误会啊，我是帮我朋友问一问。华为 Mate XT 刚买两天就干内爆了，该机器是三块屏幕，折叠方向搞错，还依旧用力，导致整屏报废。该说不说，这玩意儿还是不太适合日常生活使用。我自己就用苹果，苹果就是流畅。当然，华为我也买，就是给家里边老年人用的。华为的三折叠手机就是个笑话啊，就是个能折叠的平板电脑，没有什么技术创新，还真当成什么高科技奢侈品卖了。我一说这个三折叠不好，就有人说那个不是给我用的，你怎么那么搞笑呢？我用手机的时候你还是液体呢。还有就是这个侧边条，它唯一的作用是保护屏幕，但是它给我带来的麻烦却不是唯一的。甚至呢，我还发现它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由于它高度的增加，它把这个音量键和电源键给挡住了。对于一个普通用户而言，每天上下的去调节音量，或者说你按电源键锁定屏幕，甚至用指纹去解锁手机，至少要操作几十次。你每一次想去按这些按键的时候，都需要去改变手型才能按到，一次两次还可以，次数多了真的是很烦。你看我昨天拿着三星的折叠屏说它很鸡肋，对吧？用折叠屏大部分人都很装逼，很多人可能表示不太理解不太认同啊。你看这个说什么看招标文件看表格还可以对账，这种评论说白了一看你根本就没有用过折叠手机。我是特别能理解他们，因为我当年也是被这种营销话术给洗脑。买回来之后你才发现，咱先不说它续航电池的问题，就折叠手机中间那一道折痕啊，就让你看什么表格电影以及招标文件你都没有心情，极度的影响使用体验。其实啊，咱们在生活中折叠手机的外屏啊，大
部分都能满足日常使用了。所以前段时间正哥说内屏用的次数会很少，我是深表认同。还有他当时拆了包装之后就扔进了垃圾桶，我认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了。手机它就是生活消费品，那跟你在日常中买双鞋买个衣服不一样的吗？你难道买双鞋你会把鞋盒子供起来吗？你不扔垃圾桶里你扔哪里？只有真正用过折叠手机的人才知道它是多么的鸡肋。但凡用了半年以上还能把折叠手机当做主力机型来用的，我可以这么说，大部分都装逼货。还有啊，你们看这种打电话的方式，它不是傻叉土吹山炮，它是什么？难道是时尚吗？我是越来越看不懂这个世界了，是我有病还是你们有病？咱们评论区看看到底是谁有问题。还有你看看后台这些辱骂的不堪入目，怪不得前段时间有个调查说无业或者失业群体啊更偏向于认为中国已经遥遥领先了。用白话说就相信遥遥领先的大部分都是底层，不用恼羞成怒啊，我和你们一样，我也是底层，但是我可能比你们稍微清醒那么一点。所有的优越感都是来自于无知，傲慢来自于浅薄。你站在中国看世界就如同是井底之蛙，你只有站在了世界看中国，你才会有世界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推动这个社会进步的绝对不可能是那些赞美者，也不可能是那些所谓的正能量者，而是那些勇敢的批评者。你记住了啊，和你不一样不代表他不爱国。这里跟各位说一下哈，我们撇除掉那些低级红高级黑的粉红啊，在网络上真的有那些小粉红哦，真心的为华为洗地，他估计都没买，他没有钱买啊。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喜欢记得订阅，不喜欢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我是爸，下期见，拜。